这个小姐哈，在我们娃娃机店里哦，随机大小便，有够离谱的啦。她就是之前有上新闻的，进去那个人家的婚礼啊，白吃白喝姐啊。超恶，婚宴蟑螂又来，竟在夹娃娃店脱裤大便。走着，就在这里蹲下去，裤子脱下来就大便了。大完便他也没有擦屁股，跑来这边滚来滚去，也不知道他在干嘛。小姐，你该擦的是屁股，不是地板啊。然后他就走掉了，留下这坨。请容我把它马赛克，因为实在太恶心了。有一个同仁很可怜的就把它清了。他4月4号又来，他就坐在那个椅子上面，然后脱袜子脱鞋子，然后我们同事看到就想要把它驱离呀。虽然人走了，但夹娃娃机店24小时营业，他什么时候再大驾光临，店家也怕。突发中心就是一句话，恶心。报道。